共同结束比赛以后，我们再进行亮灯环节。因此，接下来我们将要请出的是咱们今天的二号参赛队伍。二号参赛队伍格桑拉锅庄队建立于2021年，他们的口号是“团结奋进，跳出健康，跳出美丽”。给你们看你们老师的一个侧脸。火苗旺盛的地方得到更好的发展与传播，他们带来的参赛节目是染塘锅庄、脊背和黑水锅庄阿拉吉吉。哎，我太难了。
分。9:68分，9:66分，9:68分，9:75分，9:73分，9:76分，9:72分，报分完毕。请问老师为2号队伍亮分。9:79分，9:70分，9:81分，9:82分，9:80分，9:80分，9:79分。好，2号队伍的报分完毕。接下来，请大家掌声有请3号参赛队伍金星花园高中队登台表演。金星花园高中队，大家专心看表演。该问的不要问。队友来自马尔康市13个乡镇的村民、机关、企事业工作人员和外县在马尔康市居住的部分群众，约有150人。组织锅庄舞爱好者跳锅庄，丰富广大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是他们的宗旨。他们带来的参赛曲目是马尔康锅庄。我们要看传呼老师吗？好日子，掌声有请他们。不是，我不给你们他的镜头，因为他在那个评委席最中间，然后我又不能到处溜达，就只有在评分的时候给你们看一下他的侧脸，好吧？传呼老师跑中间去了，我不敢站中间，待会儿被轰下来了。
是他二妈呀。他跟我说他下午可能要回成都，我让他休息一天，不知道待会儿他会不会自责出去。
下节目单，这个是郭庄队，郭庄队，然后这个是优杰老师的节目，看到了没？好，非常的感谢我们三号参赛队伍的精彩演出。那么，首先让我们关注一下一号参赛队伍的最后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76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66分，一号参赛队伍的最后得分是9.712分。接下来公布的是二号参赛队伍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82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70分。二号参赛队伍的最终得分是9.798分。接下来，请评委老师为三号参赛队伍亮分。9.81分，9.78分，9.80分，9.80分，9.82分，9.87分，9.83分，报告完毕。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将要上场比赛的是今天的四号参赛队伍。四号参赛队伍狼国郭庄队，活动地点位于州党校对面的休闲广场，由仁泰公寓家属、退休干部、额尔雅县区、莫拉县区群众组成。他们带来的参赛曲目是马尔康郭庄、蒙亚系统和若尔盖郭庄、甲州马泽。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没关系，我这样，这个我在想，实在不行的话，我们不要太着急了嘛。我们就在这个最后城市的27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事儿。行，对，我们到时候27的时候，我们中间4分钟，好不好？好，行吧，
拿着手机在前边晃来晃去，要影响别人整体的一个效果，所以大家理解一下啊。待会儿评分的时候会给大家看一下老师的侧脸。
些老阿姨真的挺有活力的。精彩表演，朋友们，那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下三号参赛队伍的得分情况。给你们看，拥挤老师睡掉一个最高分9.87分，睡掉一个最低分9.78分。三号参赛队伍的最后得分是9.812分。好，请评委老师为4号参赛队伍亮分，9.72分，9.75分，9.74分，9.73分，9.76分，9.82分，9.78分，报分完毕。有没有看到啊？下面有请5号参赛队伍。阿坝州嘉绒原生态沟通协会登台表演。阿坝州嘉绒原生态沟通协会成立于2007年。我不能下去啊，吴昕，这是官方活动，我只能固定在这个地方。会员来自都市机关退休人员，成立协会成立于。要不我去把那个挡着你们拥挤老师的人扒拉开。制作 PPT 光碟31100件，开展和参加各类汇演200余场，荣获各种奖项。他没有带帽子。他们今天带来的参赛曲目是马尔康包装、蒙家系统、和掌红包装、几倍。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出场。接到纸的嘛。啊，那我过去了。昨天早抽的起来。不行不行，今天节目刚唱了吗？今天我们就一个项目就算是今天唱了。大家认真看表演，听话。今天工作忙忙的很，全部手机上都听好太多了。大家理解一下，我不能到处乱走动，要影响别人的拍摄。阳光新城对面吧。
还有一个舞蹈过后就是拥挤的独舞了，来给你们看看他的侧脸。好，非常的感谢六号参赛队伍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亲爱的朋友们，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关注一下五号参赛队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79分，五号参赛队的最后得分是9.878分。你们看到了就当没看到好吧。七号参赛队马尔康九中高中队刚才表演。马尔康九中高中队成立于2016年。最终结果没有办法过去啊，大家先坚持一下，我一会儿就跟他的同伴一支高中队伍，多次参加公众义演活动，为马尔康公益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们今天带来的参赛曲目是马尔康高庄某幺系统的红源高庄扎西格索。啊，亲爱的朋友们，在这边我拥挤着，为大家公布一下那个六号参赛队伍的得分情况，给你们看一个熟悉的背影，猜他是谁？屏幕打出来，他是谁？有没有认识的？这是谁？9.87分，9.86分，9.95分，知道他是谁吗？9.89分，9.93分。这两个知道啊，都认识哈，都老师们都有请今天的不认识。最后一支参赛队伍上场比赛。哎呀，看来你们都是老熟人了。哇，这支队是1.16，来给你们看小哥哥，还有小姐姐，这个九州的。是去年还是前年拥挤回来的时候，在那个广场跳舞的那个一起的那个活动队，这个队伍也很棒哦。对，这个广场拥挤的体力大起来，吓死人！对，拥挤是平稳。上和下和可能有点区别。
组委没有人打伞呀，没有，都是在晒着太阳的。我大声点的话，就手机怼脸上了。
安排的比较好。啊对。好，非常的感谢我们七号参赛队伍给我们带来的。好，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六号队伍的得分情况。去掉一个最高分9.95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81分，六号参赛队伍的最高分是9.874分。请几位老师为七号参赛队伍亮分。9.89分。9.90分，9.96分，9.96，9.98分，9.96分，9.91分，扣分完毕。现场的观众朋友们，阿坝州全域民族新服装推广大赛的9.96还不高啊！让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感谢这七支参赛队伍的。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由阿坝州马尔通地区老年人协会、阿坝州嘉荣原生态沟通协会为我们带来的沟通舞表演《泥蛙故事》，让我们掌声有请两位团队。老杨记老师去换衣服了啊，我也离开了。几个吗？对，三烟了。我表演他们两个合在一起了。两个就合在一起了，是不是？就是。老徐的跟那个袁总。他去换衣服了。真是穿衣穿衫又穿高跟。我都把这些包去丢了，这个冷车一个对折，一个好像好看，好在走前是那个钱是吧？是那个，还是少了，这就好多。天津，你是天津人？天津厂去了，你挣200多人。哦，挣200多人。两百，我们也是200多人才行。如果所有人加起的话，两百多，因为他们在每个队是队员是。没齐的，是按照规定的出来的。那是8支队的，8支，我这两个多，而且是一样，而且。
众们为我们带来的最精彩的表演。这位朋友们到了咱们最激动人心的时候，咱们第七号参赛队伍的分数已经在我手上了。好，那我们来揭晓一下，去掉一个最高分9.98分，去掉一个最低分9.89分，七号参赛队伍最舒服的分是9.9403。天神组领导，阿坝州文化馆馆长罗马塔小胖，掌声。谢谢谢谢。好，谢谢。吴建业，大家们，好久不见。你这个给他们的是不配，晚上把你们不配。那是要他的，是一个都不知道他的朋友，都不是罗马塔的，让他站起来，让他站起来。的网络达人雍吉，今天雍吉为我们带来了一曲波装舞《一九搓墨》，让我们用掌声有请雍吉登场。